那个时候特种营业八大行业真的非常的兴旺，你看半夜三点都还会堵车啊。我的学生带我去看哦，那条通里面真的是华灯初上啊，那真的是很像。想要赚两到三万，只要做晚上，那你们卖什么？卖暧昧。五小姐基本上都很漂亮，是不是产生情感的一些纠纷？他这个干弟弟呀、啊，也想要追他。离婚基本上啊，有没有再去纠缠他了？客人有一个商人呢、啊，哦，要介绍他买珠宝啊。所以他去华泰饭店跟他会合。本周日晚间八点，台湾启示录，是谁杀了新加坡舞厅小姐？